OK，来进来了的呢，我们先看回去一下下先呢、啊，我们上过了什么东西啊？这一课做一个小小的复习先，OK？所以呢，electrochemistry 就是有用到电，然后还有化学的啊，有关系到电的化学反应啦。OK，有关系到电啊，不一定是有用到电啊，我讲错一点点。OK，好了，哎，video 开啊，大家啊，进来了的，来我们开始先，video 开一下。所以呢。这一个electrochemia 里面呢，OK，electrochemistry 里面呢有两种啊，electrochemical 的 cell，OK，cell electrochemia 有两种，我知道它的名字，暂时来讲还是会有一点点难分，对不对？哦，因为刚刚听开始学这个这些词啊，说 cell electrochemia 是那个整体上包括这两种。electrochemical cells 啊，是包括这两种，所以那两种就是一个是需要用到电池的，叫 electrolytic cell electrolytic 啊，OK，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以前我们学过的 electrolysis 哦，好，第二种呢叫 chemical cell，你看到吗？cell chemia 它没有用到 electro 这个名的啊，我教你多一个方法记啦，cell chemia 哦，chemical cell。它没有用到 electro 这个名的哦，它的另外的名称叫 cell voltaic cell 啊，或者是 galvanic cell galvanic，也没有用到 electro 这个名的哦，因为呢，它是用化学反应来产生出电能，它不需要我们给电它的，我们需要给电它的是 air 啊，OK，这样会应该会好一点记哦，OK，接下来。这个词 electrolysis 将会是我们学的第一个。我们其实我们比较主要，我们两个好像都有学啊。OK，所以 electrolysis 就是用电来分解、分散了、分开东那些东西啦。OK，用电来分解掉它们啊。所以有一些要记的词呢，就是anode 是 electrode positive，cathode 英文是 cathode 就是 electrode。Negative，那个名字很像，不过有一点点相反的啊。它的 ion 是什么呢？OK，ion 啊，所以呢，还有 anion，还有 cation，对不对？anion 会去 anode，cation 会去 cathode。所以 anion 呢，反而是 ion negative 啊，cation 是 ion positive 啊。这些你可以自己做你的表的哈，知道我讲什么吗？或如果你用这一个表来记也是可以，这个表啊，OK，通常我是比较记字眼的人来的，所以我的表嘞是没有画图的。有的人每个人不一样的，你要找到你自己的方法哦。上了大学也是这样啊，没有人再教你怎样去
没有补习老师了啊，到时你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方法帮你自己读书的。哦，好像我们每次在讲哦，大家呢是比较容易记颜色啊，比较容易记哦图片啊，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找到适合你的方法咯。确实图片是比较容易记啊，对大多数人来讲。可是我自己发现到，哎，我是记字的人来的，我需要看到字，所以这一方面我会画表的嘞。所以我的表可能是这样的，我会写啊、什么啊啊、加还是减啊，比如说啦啊。electro positive 叫什么 electro negative 叫什么这样啦，哦，所以你可以看说这个是 这里也容易记啦，terminal positive 是哪里啊，啊 terminal positive 是 n 哦，所以 n ion 会被吸过去啊，啊这个表反而如它的字就没有想要那么清楚，我觉得说可能我会这样就这个图啦 sorry、哦、如果画表的话 我自己会更清楚，它就会被吸过来 so cat iron 然后呢这个啊这个是 sorry cat dot 还有 cat iron cat iron 是 ion positive 这样咯，你看你要怎样做你的笔记，这些词先记起来先 OK electrolyte 就是有 iron、哦、有 iron 的那一个东西，然后会导电的，然后它要液体状态，你记得吗？ either 它溶解在水或者是煮到溶啊。OK electrode 啊，那两根 electrode 就是等下那两根 electrode 就是能够导电的啊，导电体啦、啊、它连接去 battery 的 electrolyte 就是这样的、啊、什么什么 液状导电体来的啊。然后这些是一些例子，说谁是 electrolyte所以不是 electrolyte、啊、刚刚、Form 4的那个他们的那个练习呢他们有提到一点点、啊、我也是有跟大家解释啊 OK 你可以做一个复习啊 electrolyte 是什么呢，是金属加非金属来的，因为一定要是 iron 的状态，其他的东西即使是液体也未必能够导电，比如说糖，糖根本就不是 iron 来的，它不能导电的，无论它是固体状态还是液体状态都不能导电，可是盐不一样啊，盐固体状态这个就是盐啊，不能导电，但是溶解在水了就能导电了 OK 糖跟盐记得啊，其他的那些、啊、不能导电的是什么哦？樟脑丸啊，那些我讲过 Naphthalene 是樟脑丸啊，这些也可以记 OK 然后呢 electrolyte 一溶解进水或者是你煮到它溶它就会这样分开的嘞，金属会变 ion positive 就是叫 cat ion 记得吗、啊、那个英文的 spelling 有点不一样、啊、你自己看一看、啊、那些非金属会变成 negative 的 ion 就是叫 anion 就是这样咯，记得、啊、金属会变加非金属会变减、啊、OK 然后呢、electrolysis 的过程、这个大概有提到了啦、啊、被拉去加还是被拉去减呢、啊positive 的 ion 会被拉去 terminal negative， negative 的 ion 会被拉过去 terminal positive， 这样罢了，会就加被吸去减，减被吸去加那边咯。Okay， 然后呢，我们进入啊，今天我要继续的东西啊，所以会影响 electrolysis 出来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已经是非常最主要是跟第一个因素了，其实 ，OK， 就是那两个力表。啊、这个叫 kedudukan ion dalam siri elektrokimia position of ions in the electrochemical series、啊、OK 所、so, 以越下面的东西越容易我们叫它 discharge OK、啊、你讲、比如说你讲 silver ion is discharged easily 你可以这样讲的 OK is easily discharged说、so, 零啊 charge 就是讲呢变成没有 charge 啊，这个字的意思啊，意思就是变成没有 charge， 知道我讲过吗 ？charge 马来文是 charge， 就是还会变回金属啊。OK， 右手边那个东西呢会变回非金属啊，哈，就是这样吧。所以越往下面是越容易变回没有 charge 的。会越容易变回原本状态 OK 好大家这里呢我们看一下例子 Example 1了，这个是新的东西了啊 OK
Okay, 有什么问题要问啊，大家？我知道可能你的学校已经上了的这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你要问一下啊。OK 啊，好，看一下第一个例子啊，它是 sodium sulfate solution 的 electrolysis， 就是啊用电来分解这一个东西。说、so, 分析一下，大家我们分析一下这一个先什么意思？首先，你看到 solution 就是讲呢这个东西融化进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啊 ，sodium sulfate 它融化了进水里面，明白吗 ？OK， 等一下呢，等一下啊，它会需要选择，因为如果有水哦，我讲过说 sodium sulfate 或者是这样看啊 ，natrium sulfate 看回上面啊，会有什么东西？哈 ，OK， 我们对比这边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啊 ？sodium 是这个来的啊、英文哈是。Sodium 是马来文是 nature 买的这个啊 ，sulfate 是 sulfate 这个来的，看到吗？而水是什么？因为我们讲了啊，它溶解在水，这个东西溶解在水啊，水有 H 加和 OH 减啊，我讲过对不对？看一下 H 加在哪里呢？看一下 OH 减在哪里呢？看到吗？所以现在哦。等下有人要进来 ，OK， 所以现在哈，等下不是有 electrode positive， 还有 electrode negative 对吗？这边加，这边减啊 ，OK， 加的那一边啊，这一个叫 anode 对不对 ？N ion 就会被吸过去，就是讲水会跑过来啊，这两个啊都会跑过来这边，你知道吗？它会跑过来这边，这个 OH 减也会。跑过来这边，所以它只能选一个来 discharge， 而这一个啊 cat 什么 cathode 这边 cat ion 会跑过来，就是说 Na 加会跑过来 ，H 加会跑过来，它也只能选一个来 discharge， 所以它会选谁啊？选在下面的那个，也就是说，它会选这个和这个。到这里为止，大家知道讲什么吗？有不懂的要讲啊 ，OK， 到这里为止啊。有不明白的要问啊 ，OK， 好问。改你再迟到啊，我就打电话给你老母，知道没有？听到吗？好问，给我一个 reaction 一下。好问，OK， 好来。根据这边其实那些字眼我们也是要理解的，好我先跟你讲它为什么还会发生什么事先啊 ,OK? So cathode 是 negative 的 electrode, 它一直在提醒我们，因为有时会忘记掉诶 ,cathode 是什么，是不是是 positive 在 negative 那边 ,OK? So cathode 啊 我再大概画一下啊 ,So, 啊我们用刚好这两面来对比一下啊，其实一个是马来文一个是英文，不过是差不多一样的 ,OK? 所以现在我们要分析这一个东西啊，它到底会出什么产品，你一开店等下会有产生产品出来，它的产品就是被拿来分解掉的东西、啊、它会选择谁来 discharge OK 马来文叫 Nyachas， 它会选择谁啊 OK 所以呢为什么有的选择，因为多过一个，首先 sodium 跟 sulfate、啊、马来文就是这一个来的、啊、英文也是叫 Na 加 OK、啊所、so, 以这个英文呢你比较麻烦，英文的人啊你要记 sodium 就是 natrium 啊，其实因为它的那个它的那个符号是 Na 加，不可以写 SO 加乱乱来的，不可以啦。 Then sulfate 是什么呢？马来文 sulfate 就是这一个啦 SO42 减 OK， 可是它 solution 呢 larutan 呢代表哦，马来文叫 larutan 啊，你看你课本代表就是讲这个东西溶进水，水也有自己的 ion 啊，水的 ion 就是它 H2O 嘛，是不是它会打开来的变成 H 加和 OH 减，就是这一个和这一个啊，接着啊 so cathode 那边，所以刚刚我讲的就是你看我们的 electrolysis cell electrolysis 是这样的，电池还有 electrode 两根 electrode 正进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水里面了 OK，说这里是加，这里是减，对不对？你看啊，这里是加，这里是减啊。
So 在 cathode 就是 negative 的 electrode， 就是这边啦、啊。大家看到哦，这两个 cat iron 会被吸过来啊，现在液体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那些 positive 的会被吸过来，吸过来要怎样啊？它只能选一个来 discharge， OK？ 选谁呢？选下面那个。再来啊，在 anode 的时候啊 ，attracts。So positive electrode 会 attract negative ion， 就是那些 anion 啦，就是 sulfate ion 还有 hydroxide ion。那刚刚我画的这个啊，说 SO42 减会被吸过来，还有 OH 减会被吸过来，它也只能选一个来 discharge， 它会选 OH 减，因为 OH 减比较下面。OK， 根据这个两个表了哈。OK， 现在重点是这样啊，大家选这个代表什么呢 ？H 加被 discharge 会变回 H 吗？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 H 是什么来的？是 hydrogen gas 来的，它的原本的状态啊是 hydrogen gas 来的。OK， 它是 H2 来的，它不会自己一个人拿 hydrogen， 明白讲我吗？所以它会两粒 hydrogen 哦被 discharge 哦，它会粘在一起的，变成 hydrogen gas。你就会看到什么啊，在 cathode 那边哦，这边啊，你会看到气泡开始出现，大家全部人注意啊，会看到气泡开始出现。真正的话，如果我们要 collect 啊，这整个表要倒转回来，我要倒转回来做的这个实验，就讲我要拿一个啊这个东西去 collect 那个 gas 的，真正来讲啦，哈，然后我才可以 test 这个 gas 是不是 hydrogen， OK， 再来，嗯。Hydroxide ion 啊 ，OH 减被选的话，这个啊，这个啊被选的话，会怎样呢 ？OH 减会变成水和氧气，大家，所以会产生出 oxygen。你看啊 ，O 会变成 oxygen 的 ，H 等下会跟其他的 O 变成水，就是变回在里面咯，你就看不到它了。所以我们唯一能看到的也是气泡，但是是氧气来的，明白吗 ？OK 啊。OK， 接着啊，啊，就是讲哦 ，sorry 啊，就是讲哦，这个跟这个，刚才那个 SO42 减啊，还保留在水里面，他们根本没有被怎么说呢 ，neutralize 到，没有产生任何反应啊，那个水哦，反而是水被分解掉啊，所以这个两这个东西还在那个液体里面啊，在这个实验里面 ，OK。Okay, 第二种、第二个例子，大家，所以该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要问啊。刚才那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啊 ，cuprum rua sulfat 也是拉入蛋来的、啊。注意，所以通常呢，我们一做这种实验呢，我们就直接先看这个，看到拉入蛋，自己写一下 H 加和 OH 减下去，看到 solution 代表有水，有水就请你写这个下去啊 ，cuprum rua sulfat。你暂时不是很熟悉那个表，你可以参考那个表先。就是说 ，OK， 这个我开这个给你啊 ，OK 啊，我开会英文的给大家。你的课本要拿出来啊，大家，因为你会随时参考到只有一个吧。So cuprum 跟 sulfate 是什么？你会发现 sulfate 是一样的啊，刚刚那个来的，所以这个确实是要背。不过呢。你看多几次你就会记得了的 ，OK？ Cuprum 是二加来的，在哪里啊？最下面，嗯，看到吗 ？Sulfate 在哪里啊？跟刚才一样，挂壶起来先呐、啊、哈。现在我挂壶给你看 ，H 加跟 OH 减在哪里啊 ？H 加在这边 ，OH 减在这边。根据这个表，你看到还选择什么了吗？大家看到了哦，他会选下面那一个啊。这个还有这个看到吗？所以这个第二个 example 跟刚才不一样啊。OK，cathode 那边的 electrode negative 会有谁会来这边呢？你选那一个 positive 的东西来，选那些 ion negative 来会被吸过来，还有这一个 cuprum 会被吸过来。结果他选谁呢？他会选这一个。OK，cuprum 是什么来的？这是金属哎，对吗？你会看到金属开始粘在这个 cathode 那边，基本上啊，它是这样的哈。OK，
electron negative 这边呢、啊，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变越来越肥，而且呢是巧克力色的，你会看到巧克力色的东西啊开始沉淀在上面，然后这一根变越来越肥。你不会，你暂时可能不懂它是 cuprum， 但是看到巧克力色，因为 cuprum 是黄铜，它是巧克力色的、啊、大家 brown color 的啊，所以其实是它粘在这一个 cathode 上面了，粘在 electron 上面了，明白吗？ OK， 再来啊，看一下这个 anode 那边发生什么事。它是 electro positive， 看到吗？说碱的东西会被吸过来，就是 OH 碱还有 SO 42碱会被吸过来，它会选择谁啊呢？选择 OH 碱。所以呢 OH 碱刚刚我们讲了它会变什么啊，它会变氧气。这边会看到什么？会看到气泡，氧气被产生了，理解吗大家？到这里为止理解哦，理解啊？可以啊，擦掉先啊，有什么问题问啊。这个是一样的东西来的，我看一下用什么啊。 Magnesium Nitrate Solution， OK， 我们 test 一下这一个，这里 还没有给试试。 OK， 看啊，它做的是 Magnesium Nitrate Solution， OK， 它会怎样啊？参考回这个表，所以你看到喂 solution 啊，马来文叫 larutan 啊，就是讲有水啦。你可以把它先写出来，有水代表有 H 加和 OH 减。Magnesium nitrate 有什么啊？参考这个表 ，Magnesium 有 Mg 二加 ，nitrate 是在这边，看到吗 ？NO 三减 ，OK。所以还有 O，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表你就知道还选这个还有这个对吗？理解了大家这样还会选下面的、啊、重点就是 OK， 所以加的话呢它会出现在这一边啊，那些加的会被吸去减那边，你看到吗？所以这边会出 hydrogen 会变回，哎，写错 hydrogen 的 gas 对吗？ OH 减会被吸过来，所以基本上呢这边它会选择 H 加，这边它会选择 OH 减啊，我会想要变什么啊？会变氧气，理解吗大家？这个跟我们以前学的那个什么啊，水的分解是一样的咯。哦，所以为什么 oxygen 会出现在这边， hydrogen 会出现在这边，原因你现在知道了咯，因为他们的 charge 哦。OK， 可以吗大家？我教过你记这个表的哦，基本上你只需要记两个罢了， cuprum 跟 argentum 在H 的下面， 也不是讲只需要啦，但是主要啦、啊、是这个罢了。然后这个基本上有水就是 hydrogen， 哎，就是 oxygen 出来了的，看到吗？因为它是最低的它的位置。 OK， 给它 cuprum 和 argentum 吧， argentum 是银啊。好，现在还有一个重点啊，大家谁记得 form 1的时候我们学过啊， OK、oxygen hydrogen 对吗？就是等下这里会变 hydrogen 空气，这边是 oxygen 的空气，而且你看到我讲话哦，这个是它的两倍啊，因为 H， 因为水被分解 H2O， H 是两 O 的两倍来的。 OK 啊，好，怎样去测试氧气呢？氧气帮助燃烧，所以你要用这个啊。 OK，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啊，很多人忘记了的，我知道他很喜欢问的，考试很想问的，氧气帮助燃烧，所以大家读一读这一个东西啊。所以他问你 How do I test the gas， 然后它是 oxygen， 你要用这一个方法，你要讲 glowing wooden splinter ignites， OK， when it is when it 怎样讲呢哈， it is closer to theto the test tube 还是怎样啦 with oxygen， 你可以用你的句子去写的其实、哦、或者是因为它这个有点长啊、insert 啊，可以 insert a glowing wooden splinter into test tube， 然后逗号 it will ignite 就可以了，它会燃烧起来。 OK， sebatang kayu uji berbara dimasukkan ke dalam tabung uji
该物句巴巴拉文亚拉什么啦，也是比较长啦。OK， 所、so, 以其实呢，是因为巴巴拉就讲哈、啊，好像香烟这样啊，对吗？拜神的香这样啊，你点完了，你要吹掉它先呢、啊、哈，它还有一点点红红在前面啊，不是灭到完啦、啊，但是还有点红红在前面。等下你会看到，如果这是氧气，它就会重新被点燃，就证实了这是氧气。没有一个其他的气体可以做到这件事的。OK 啊，像 hydrogen 要怎么 test？ 你要有一个测试室哦，只有 hydrogen 可以做到这件事的嘞，就是要用火的。你要用，你看啦、啊，现在是 gayu uji bernyala 用火的、啊、burning wooden splinter 啊，所以当你用 burning wooden splinter 靠近它的时候，它会产生砰一声，然后灭掉。The gas explodes with a pop sound. Okay? Ah, meletup dengan bunyi pop. So, 这个它其实不是放进里面，它要放在洞口的、啊、杯口。真正来讲，其实是呢，有这边有 H2， 外面有氧气，它才会产生这个 pop 的反应的嘞。其实 ，Okay? 所以如果有 pop 一声，就是 hydrogen 气体啦。这是 form one 的哈，大家。这个很爱问你，你要放星星在这边呢，其实。Okay?什么 test 就是这样啦、啊，这个 test。OK， 可以翻一下。我看一下时间啊。所以刚刚我们在学的东西呢，基本上啊是第一种因素，选择的因素啊，选择的因素有三种啊。第一种因素就是跟那个表了，谁最下面就选下面的。可是。如果你用的液体是特别浓的嘞，会不会影响呢？大家 ，OK， 它是这样呢，就是讲如果你放的东西呢，材料很浓，它会影响的。注意啊，你的水比较稀少了哈，你放的东西 electrolyte 很浓哈，很浓就是讲啊那个盐呢、啊。因为 OK 不是真正我们吃的盐啊，但是所有你放下去的能够溶解在水的，我们都叫盐啊。如果它很浓，确实是会影响的。但是影响谁呢？只是 negative 的 ion 罢了，大家。只是 negative 的 ion 罢了啊。OK， 不会乱来的、啊，大家不是全部啊。OK， 有点 confuse 哦，这一课有点小难哦。对，所以刚才那第一个你理解哦，大家第一个因素，我们现在刚刚要进第二个因素罢了。这个因素大家理解吗？暂时来说。这我放慢一点点啊，这一课是难的，这一课是化学里面的，以前化学就是学化学的才学到这样复杂的，你们现在把化学的东西也学了，以前的 chemistry 课，这一个表大家理解吗？所以这个是越下面的就会被选择 ，OK？ 刚才那是第一个因素啊，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因素了。第二个因素叫浓度 ，electrolyte 的浓度。所以如果他说这个 electrolyte 是很浓的，你就要考虑这一个第二个、因素了。他题目会说的哈，他会讲到这个字，这边已经看到了，他会提醒你的。你看到这个东西，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字了，你可以去翻一下上面。没有哦，他只是刚才只是讲 larutan natrium chloride 罢了，最多。现在他提到这个 known， 你就要考虑到第二个因素了。大家你可以在这边写一个二，那个第一个因素你可以在那边写一个一。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因素 ，electrolyte 的浓度。OK， 如果是很浓啊，这里有一些特点，我要你先 highlight 先。不是很浓就一定选它的。OK， Highlight 这个东西 ，ion negative ions 啊，就是讲 positive 不会 positive 的 ion 不会被影响，几浓都好啊 ，negative 的 ion positive 的 ion 不会被影响。OK， 我翻回去上面啊，就是说，看这个表啊。这个表啊，如果他没有提到，没有题目没有提到啊，很浓，
就是讲这个字啊，begat 啊，哦，英文叫 concentrated，没有提到的话，就跟这个表越下面就会被选择。如果他有提到的话，有提到这个字啊，只有这个东西很浓的话就选它。比如说，他放盐啊，他放盐就是 natrium 跟 chloride 咯吼。ion chlorida 啦，然后有水吗？它放在水里面，对不对？OK，如果是没有提到，大家，我们就直接是选这一个了。没有提到就是选最下面了，对吗？如果呢，它有提到很浓，这里不会被影响，没有被浓度影 响。所以他讲sorry 啊，Na 加在哪里啊？这个跟这个还是选择这个，可是这边呢，Cl 减跟 OH 这个跟这个啊，如果他提到有提到很浓啊，他就不会选这个了，他就要选这个了。我这样讲，你们能理解吗？慢慢来呀、啊，不能理解的你跟我讲。哦，所以刚刚的例子呢，啊，你们用你们的课本呢，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刚才那一面啊，因为他讲呢，现在啊是用着 larutan natrium chlorida，我们要看它会产生什么反应，它会选谁啊？英文叫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所以我讲了。你看到这个 solution 这个字，就是讲有水，你就先写 H 加和 OH 减减，然后你再把它的这个盐呢、的东西写出来。所、so, 看到 sodium 哦，啊，马来文 natrium 哦，就是 Na 加咯。你看我选了，我括弧起来了，啊，加的有两个，减的有两个咯，chlorine、chlorida、chloride 就是 Cl 减咯，还有水的 OH 减。可是它会选择什么呢？如果它没有提到很浓，直接就是选最下面的。如果还有提到很浓，只有这个 anion 会被影响啊，很浓的它会选很浓的，就是会选这个，它就不会选这个是水了。水很浓就是讲水很少啊，对吗？OK，OK 啊，OK。如果选这个会是什么呢？大家这个叫氯气，好像我不懂它的华语叫什么，这个就是 chlorine 的 gas，这个是有毒的气体啊。这个不会在实验室做的哈，OK，有毒的气体非常毒，具有毒性的。如果是纯的气体，是非常具有毒性的啊。如平时我们把这个 chlorine 呢放在游泳池杀菌的，哦，但是在游泳池的时候，它已经混了其他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盐分，它就没有那么它不会危害到人类的健康，没有那么严重。OK，可是如果是这真正这一个东西呢？如果是很浓的，是完全不会，我们不会在实验室做的，要在那个科博哇塞里面呢、啊，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了哈，要在一个专业的实验室，要传好好的东西，然后要在他们那个不能透气的一个地方做的那个实验，真正来讲啊，OK，还变成青黄色的气体出来，所、so, 以 chlorine 呢、啊、是一种青黄色的气体，这个虽然是说我们不会去做，但是要会背的，你要会背的。说关于浓度呢，还给我们个例子。等下如果时间跳了的话呢，大家，你先去看一看题目先，因为这个单这个点意就很长了，我想是可能会有点乱的。哦，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有点长了，所以你看能够做吗？你做先了哈，这个一，二可以，哦，不能了，这些还没有讲到的。Label 一个 electrolytic cell，OK，这个。这个东西你可以跟课本的来 try 先，来画先，OK？Electrolysis 你可以填一下。这个是哈，我跟你讲这个先，那不如来，等下你可以 try 回答咯。说、so, 这个你看啊，它用的是 laboratory，modern 就是讲啊没有水，这样里面有什么呢？Plumbum lead 是 Pb 二加，bromide 是 Br 减。我知道这个 iron 哦，你还不熟啊？你现在可以参考回先了。你在哪里啊？我看一下啊，就是改那一面了哈。
这个 Plumbum 是 PB2 加，然后 Bromide 是 Br 减，你就参考这个这样写下去先。 OK， 接着啊，你看到吗，没有水你就不需要写这个了，这个什么这个不用了啊，因为没有水啊，看到吗，它是用直接煮到溶的，所以这个2加会那 battery 长那边是加，短那边是减啊，谁不懂的现在记啊，好，我听到吗，风在不在了，所以这个 Br 减会跑过来，这个 PB2 加会被吸过来这一边。 OK， 所以观察是什么呢，这个是金属来的，它会粘在上面。 Br bromine 啊，它是气体来的。 OK， 我再跟你讲啊，这边可能不用写先啊，后面的你可以 try 一下啦哈，他讲到什么 ？OK， 我继续写啊，因为这个蛮长的，等下跳聊你可以停下先，因为需要时间去消化。我觉得这个等下七点跳聊，我们七点十分回来啊，你能做就做，不能做也不要紧，站起来上个厕所也好。这个没有办法一下子太多。OK， 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一个例子，我的另一份在哪里啊 ？OK。我保留这个在左手边给你看，好啊。所以这个是刚刚我写到的，我已经写了的啦哈。其实他有提到 concentrated 马来文，他有提到很浓啊，不干。说它是 solution， 你就可以写有 H 加 OH 减。考试的时候啊，这个是 Na 2加，这是 Cl 减，全部在你的这一面了。OK， so。我就跟它挂糊起来给你看先啦，加的有这两个，减的是 Cl 减和 OH 减，所以因为呢它提到很浓，很浓只有 NiN 会受影响，这个没有影响直接选回最下面的，这个有影响啊，不可以选回最下面了，你要选它的盐，它的盐就是 Cl 加，因为这是水来的，看到吗，所以要选这一个。 OK， 所以呢在 cathode就是 negative 的 electrode 啊，被吸过去的东西有那两个 positive 的 ion， 它会选谁呢？选这个。所以 hydrogen ions are selected， OK， 它被选择啊啊， because 它 less electropositive， 哦，因为它啊，哎呀，你还有这个字要学啊， less electropositive 啊，就是说比较容易 discharge。啊，等下我再继续教你这个，不要紧 ，OK？ 所以他选了这个 H 加，就会产生出 hydrogen 气体咯。怎样去测试啊？有那个 pop 的声音的那一个，刚才那个测试法。OK，anode 啊 ，positive 的 electrode 那两个碱会被吸过去 ，Cl 碱还有 OH 碱，选谁啊？它会被这个浓度影响 ，influenced by the concentration of negative ion 啊。所以呢，它会选择哦，这个在下一面了，是吗？他会选择这一个啊，而这个是什么啊？可以看一下下面啊，我擦掉先啊。Chlorine gas is produced， 这个 chlorine gas is produced， OK， 怎么说是浓呢？大家，你看到吗？它的浓跟淡是什么？如果是淡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了。0.00 多，如果是一二就是很浓了啊，大家注意啊，如果你要你的问题是哎多几多算是浓呢，你要看它的 mole per dm cube， 0.0 多的是单 OK， 1.1 啊2啊就是浓了，所以浓的话它就会选择 chlorine gas， 如果它用单的话它会选择下面那一个啊，就会产生出 oxygen 气体 OK，就是讲这个是浓度的那个影响啦。这个是hydrochloric acid 也是 OK， 这个实验哦，它用一，你看到吗？ 1.0 就是很浓的大家不要紧啊，我知道时间要过了 OK， 等下你去思考一下，7点10分我们再见啊，你站起来上个厕所也是好啊 OK。它用酸性，酸性其实打开来就是 H 加跟 Cl 减，水酸性一定要溶解在水里面，水有 H 加和 OH 减，你看啊 H 加肯定是中选了，因为它的加只有一种，减的话呢有这一个和这一个，
如果他提到 1.0 很浓，他就会选这个。所以啊，在怎么说，一边它会产生出 hydrogen gas， 另外一边它会产生出这个 chlorine 气体啊，就是这样罢了，明白吗？ OK， 等下我们再见啊，7:10。